嗯哼，就现在修炼一下咯，先打这个吧。也是。哎，到底可以抽中几个队伍啊？这个也可以顺便打一下嘛。啊，可以连续这样。对，先把它打完，再去打那一个这样。 我先看一下，啊，给一打二，嗯，这真的给一打二哎，嗯。 这什么意思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继续打。哎，我没有回去。哦，笑，不能再命令就对了。 哎呀，可是我觉得我打不赢的。哎，为什么直接靠靠九等啊？好了，我觉得我这关是铁输了。嗯，差不多卡在这里了。 三国之霸业这个游戏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角色讲完好了。嗯，夏侯玄，你看这边他的骑兵在这里，好吗？哎，我们的聊天在哪？ 啊，聊天怎么变这样？嗯，找一个这个木棺鱼好了。哎，我比较好奇，他有没有直接可以找线玩呢？你这样有点太……哎，是这个吗？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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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边就有线玩了。啊，加一手这边。 你看这边有一些线纹，而且还有庄园啊，甚至是奔船。你看有贼，采集场啊，君主啊，这是最近的吗？还是有上限的？所以我要去采集吗？ 这样子吗？